爱是什么？婚姻又是什么？家庭又是什么？以浪漫的爱为食的婚姻，却在婚后的柴米油盐中因爱的消磨而解体，婚姻成了爱情的坟墓，把幸福当偶像，最终既得不到幸福，又失去了婚姻。据联合国统计，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离婚率都迅速上升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。婚姻与家庭危机成了人类文明最大的危机。人类已迷失得太久，世界需要回归真道之爱。国际婚姻家庭节为倡导真道之上的真爱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心一意，在全球荣耀举办。从中国的三亚、长城、上海、成都、南宁，到新西兰的奥克兰、美国的洛杉矶，遍地绽放真爱的种子。一对对夫妻，一年年相守，一群群站立，一片片光明。你我今生永不分离，一生一世一心一意。爱人啊，你就是有多少位做丈夫的愿意为妻子舍命，就是祝福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，能够在神面前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持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誓言。2017年国际婚姻家庭节将登陆悉尼，祝爱澳洲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真道之爱传遍天下。